上次白岩舟拿那个计划，你看了吗？我看了。他跟我说这个计划要由政府来主持，你怎么看？由政府主持这个事儿倒是对，但是谁是政府啊？我们呀，我们现在是龙泉最高权力机关。主任，我们是最高权力机关，可这个事儿我们怕是做不动啊。说得好。是，你说做这事儿得费多大劲呢？ 我们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的。我倒有个办法。嗯，干脆我们告诉白彦洲，就说呢，这个事儿委托给李基道了。好主意，让李基道去做这个了。哎，胡翔，你不错呀。谢谢主任。明天赈灾会要集中议事，想请您参加。对对对，不去不去不去，这会我不开啊。 再说，明天我还有正事儿。好，去吧。在柳河镇，我是第一次见到你啊。当时我就想，这不就是仙女吗？像那仙女啊，绝对不可能。还仙女呢，那时候可是汉奸。第二次我见你就是在二道岗了。 当时，你那次是被人给绑架了。对啊。哎，我说为什么每次我特倒霉的时候，我都能遇到你啊？这是天意呗。这还天意啊？这就是让你记忆深刻。这什么理由？哎哎，这边。啊？你这个理由可是够牵强的。谢谢。哎，文物的事儿快有着落了吧？我感觉快接近目标了。我觉得李先生。 明里暗里的也在写信孔先生，是吗？反正我有这种感觉。我觉得你们三个人的小聚会带有文章的。哎，干嘛呀？小心被人看见。是他。我还怕被人看？看啊！我先要看清楚。 自己炒的茶叶，孔先生，您真的没事了？没事，本来就有点小毛病。入口的时候是有点苦，可回味是甜的。正所谓苦尽甘来啊！是啊，他们年轻人喝不到这一层。茶客之意不在茶，在于沧桑之间。沧桑之间。 说得好啊！我这一辈子经历过的、看过的事情是太多了。我曾经见过大富大贵，也见过生灵涂炭，更见过繁华都市毁于一旦。早晨还是人前高官呢，晚上就成了阶下囚；早晨自比潘安，晚上就是一堆臭肉。 早晨还是富家淑女，晚上就成了当红的妓女。我经历过的事情，看过的事情，够一般人活好几辈子呀！我是看透人生了。李先生能看破红尘吗？ 红尘我已经看破了，只是还有未了之事。那就是没有看破，一了百了，不了了之，了无可了，这才叫真正的看破红尘。白先生，您看破红尘了吗？为什么非要看破红尘呢？孔先生，您是高人。
我想听听您对白先生的评价。哎，白先生是贵客，品头论足，有失待客之礼呀。您故往说之，他也就故往听之。那我替白先生测个字吧。好啊，那就烦请孔先生测一个国家的国字。这个题目太大，国运是天机，天机不可泄也。可白先生一开口说了个国字，可见白先生心中有国家呀。国是一块地方，人多有国，人少也有国。老百姓居家过日子，可不管这是民国还是大清国呀。民国，民国，有民才有国，没有民，那就无所谓国与不国了。白先生志存高远呐，身在其中，岂能等闲视之？可天下兴亡，非人力所能左右啊。识庙堂之素，处江湖之远，难免心有所忌。老朽惭愧，尽人力而听天命，如此而已。老了，雄心壮志早已付之东流了。激流勇退，隐居山林，做个五柳先生才是读书人的美德吗？嗯，可现在不是时候啊，现在正是大有作为之时啊。兴粮除弊，大兴改革，消除内战，创建联合政府，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。新四军那个周瑞也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，你们说的话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嗯，没错，在这一点上我跟新四军的观点是一致的。哦，你看现在的国民政府。好了，不谈国事了。白先生，我们选你当县长吧。嗯，哎呀，县长太小了，十里之城，百里之邦，太小了。白先生胸有鸿鹄之志，应该当总统啊。我当了总统，蒋委员让他干什么去啊？清气沉于子，杳然天界高。这人世间要是没有残余的渣滓，生活就干净多了。欧阳小姐，你这是大境界。什么叫大境界？一般女子只会喜欢花花草草。我这叫投其所好。嗯，那你的境界就更高了。高到什么位置？妙不可言。嫂，咱们得准备收拾一下，回杭州。你和白先生商量好了？孔先生也说我们还要回杭州的好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分两拨走，先回去几个人，把住的地方找下来。那我得跟他们商量商量，看谁呀先走。好。李县长那边我们怎么说啊？他那边我抽时间自己跟他说吧。吃饭。吃饭。嗯，李坚，这次上山有什么收获？我是没有了，但我敢肯定你有。我为什么有啊？你就会胡扯。那你有什么收获？说给我们听听呗。小郑，你有什么收获？其实这次你让我们上山，我心里特别明白你让我们去干什么。你说说。第一，山上破庙里面的人，全部都听孔先生的。哎，好像是这样的，很有观察力。第二呢，山上破庙一共有七户人家，27个人，大部分呢都是在日本鬼子进入龙泉县以后，陆陆续续来到这儿的。
而这些人的来历啊，可不简单呐。他们都是孔先生的朋友。有一次，山上发生了非常厉害的传染病，孔先生就冒死去救他们，把他们都救活了。而孔先生自己差点送了命。不是，郑老师，你是怎么观察到的？我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？不行了吧你，以后跟郑老师好好学着点。哎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孔先生他的手里边掌握着一支力量？结论正确。说吧。还是那间茶楼，刘安国先到，云姐后到，后来他们上了楼，再后来他们半夜才从里边出来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养着你还不如养条狗。据说情况怎么样？他们已经决定要去杭州了。什么时候？时间还没定下来，不过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。欧阳，不听我的招呼，你要吃苦头的。李先生，李先生，白先生派人来说，赈灾会集中仪式，想请您参加。告诉他，就说我病了。是。说，干脆把那姓白的。这是我们赈灾会给省政府写的报告，省政府呢给二位的批文，请二位过目一下。赈灾会啊，开了好几次会，每次都请你们，可你们都没有到。当然了，知道你们忙，所以我们求到省府上了。周先生、白先生，我确实是忙。你说这保安大队刚招上来，我得亲自训练，亲自给他们上课，实在是腾不出时间了。啊，再说了，你说你们这会吧，我真的我去了也没用。那抗灾和救灾的计划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搞出来？你说我是一个军人，这做计划的事儿，我不在行啊。这事儿啊，交给他办。赈灾的事儿啊，二位是不是能够协调一下，由一个人出面啊，全权主持？照现在这样，哎，什么事儿都没人管，什么事儿都没人负责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我完全同意庄先生的意见，所以这件事。我全权委托给李同志了。据我了解，李同志对赈灾那是有相当的经验。民国30年、31年水旱两灾，都是李先生一个人维持下来的。所以我坚信，李先生这次对龙泉一定有更好的维持。刘主任，这些不算是汉奸行为吧？你们二位这是干什么呀？李先生，您看刚才刘主任说的行不行？救灾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，省里发文，县政府理所当然全力以赴，有钱出钱，有人出人。本人虽然只是县政府的筹办委员，但只要有用得着的，本人一定随时听从调遣，不敢有半点懈怠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刘主任，当下这龙泉军政会是最高权力机构，在其位要谋其政。您作为军人出身，不会临阵畏惧吧？哦，你现在说你不是政府？你收税的时候，你怎么又是政府了呀？你不能光拿钱不干活啊！刘主任，本人只是筹办委员。如果是县长，我当然会行使权力。县长那是民选出来的，赈灾正是笼络民心的大好机会啊！这个大好机会，还是留给刘主任您吧，李先生。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好事从来不往前冲，李同志，这事儿交给你办。啊，是啊，您没到龙泉之前，我已有所耳闻；您到龙泉之后，
本人深有体会。哎，有体会你就知道我的良苦用心，所以这件事非李同志莫属。看来省政府的批文也只是空头文件了，不能指望他们。从明天开始开工挖煤。呵，太壮观了啊，我就喜欢这种劳动的场面。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挨过饿。少爷，大爷小心点。没事没事没事吧？没事，这装的太多了，下次少装点啊。哟，谢谢周兄弟。等我们把这煤炭卖出去，大家就能熬过这大旱之年了。白县长，老林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他怎么着也应该来个电报啊。那就说明还没找到买家吧。万一找不着买家呢？这是乌鸦嘴。咱龙泉这么好的煤炭，又是无烟煤，怎么可能卖不出去？就是，赶快再给林少爷打个电话。行，这就去。哎，严忠，怎么？你跟李吉道、刘安国他们打交道，注意点策略。怎么了又？我听到风声了。你小心点，别把他们给逼到墙角，这样你自己可就置身到危险当中了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？你要想攻破阵地，首先你得找到一个突破口，对不对？那找得到吗？找不到就先别盲目的进攻，总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，对吧？打仗，你就知道打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今天就专门来告诉您的。我一切都定了才来告诉我。主要是龙泉也待不下去了，太乱了。过一段时间这个地方就会好的。真的？当然，刘安国那摊子人马迟早是要滚蛋的，他们一走用不了多久，我会把龙泉的局面收拾得清清爽爽。来了也五六年了，也该走了。欧阳，跟我耍心眼儿，你会吃亏的。博士，上海电报。谁的电报？上海郑老板的电报，说林树成根本没到上海。他没到上海？啊。怎么回事啊？林树成他没到上海。会不会路上什么事给耽搁了？不会吧，说好了是要去上海的，如果他转到去别的地方，肯定会告诉咱们的。我想八成是出事儿了。同志，你马上跑趟上海。好。哎，可是生产资金也不能动用，我这身上也没钱了呀。这样吧，博士，我先去找我爸，管他借十个大洋。看起来这个密室啊，还真是有点意思。我探过好几次呢，白天黑天我都探过，可是就是连李一道的密室的钥匙在哪儿，我没探出来。哎，还有郑哥，那个庞七云他也去过，可是他连李一道密室的门在哪儿他都不知道。不要太大意，会有危险的。现在白天我是不去了，夜里也等李一道不在的时候，我悄悄再溜进去。你说那么小的一间密室，应该是藏不了那一卡车的文物。小段子说，庞七云是用脚步来衡量的，起码可以藏部分文物吧。从小三子偷画的时间来判断啊，那正好是那卡车文物丢失的头一两天。也许是巧合，那幅烟江谍帐图
正好没有被放到密室里，有这种可能。那现在最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通往密室的钥匙。那日记呢？你研究的怎么样？赵树生的日记啊，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重要的线索。9月3日，赵树生押送文物进入到龙泉县境内，他们携带的电台泄露他们的行踪，日军呢就派出了一个小分队突袭龙泉，他们便把卡车开进了一座山洞，来，从地图的位置上来看，应该是磨盘山洞。9月4日，赵树生潜到县城，向当时时任县长李一道求助，李一道呢也答应帮忙。他的日记就写到9月4日为止。那这日记上提到孔先生了？提到了，是通过孔先生约见的李县长。当时孔先生还是李一道的师爷，但是孔先生知不知道这批文物？日记上没有反应，因为赵树生要求跟李一道一个人谈。一间密室，一本日记。如果让李一道知道我们掌握了这么多秘密，肯定会大开杀戒。看来这本日记的第三部分，只好由我来续写了。这倒挺有意思的。如果你跟我同前两位一样遭遇到不测的话，那这本日记将会成为魔咒。福尔摩斯多多了吧？我刚刚看见白先生了，样子特别着急。能不急吗？过了今天，煤场那边就没粮食了。说李一道这个人，留着钱买棺材啊？林树成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。玉嫂，咱们还剩多少钱？200多一点吧。这样吧，先把咱们的钱拿出来，给他们寄日记。哎，小姐，那些钱不是我们回杭州的盘缠吗？我知道，就是借给他们用用。卖完煤炭，人家自然会还给我们的。再说了，晚几天去杭州也不要紧的。那他们要是卖不掉煤炭的话，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白先生说龙泉的煤最好，都是无烟煤，不愁卖的。小姐，我们就那点钱也不定用啊。没关系，我找庞七云再借点儿。哎呀，往这一坐，还真有点县太爷的架势啊！您客气。刘总司令的密电。哎，秦省长也来了密电，你也看看。合作啊？那你打算怎么干？人我去动员，你找钱。我没钱。那就调过来，我找钱，你去找人。我没人，我上哪儿找人家？这种事儿得是当地的帮会地痞流氓干，我不认识啊。哎，这人你熟啊？那看来你正好去弄钱了。多少钱？300人，每人3块大洋。900个大洋？你敲竹杠你！钱少了没人干呢。行，行，赶紧找人啊！你钱凑齐了，人好说。你个老东西啊，钱钱钱，你就认识钱，你去。我对钱无所谓，是你一听到钱就虚火上升。少废话，赶紧找人，走，凑钱吧，不送了。
300个地痞流氓，半天能凑齐吗？没问题。流氓没那么多，再找点其他人不就完了吗？北门粥厂那边有的是人。那些人都是赈灾会的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好，下午2点，包围新四军办事处，不准任何人进出。好。4点的时候，砸掉他几个门板。他们要是不让砸了，跟他们打架呀。他们要是开枪呢？他不敢。明白。还要，要把标语口号准备好。什么口号书？统一军令政令，取消新四军，取消根据地，蒋委员长万岁，有4个就够了。好，多了他们也搞不清楚。好，我去找人写标语。那我凑人去说。怎么了？粮仓着火了！啊，几千斤粮食都被烧光了，你赶快跟我们去看看吧。庄先生呢？庄先生，庄先生已经去了，赶快跟我去。好啊，好啊，找人了，快点跑！没事儿。想都别想了，那肯定是有人放火了。没错呀，这火突然一下子烧起来，一沾点功夫烧红了天，定是有人泼了油了，不然的话，这粮食一下子就给烧起来了呢。是啊，这是。统一军令政令，统一军令政令，取消新四军，取消新四军，取消根据地，取消根据地。统一军令政令，统一军令政令，取消新四军，取消新四军，取消根据地，取消根据地，蒋委员长万岁，蒋委员长万岁，主任，叶森电报，取消根据地，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内制造的反动声浪，为重庆谈判制造筹码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取消根据地，蒋委员到。把我们的人全部撤回来。是。取消根据地，取消根据地，蒋委员长万岁，蒋委员长万岁，跑，走，跑，走，走，走。叔，我安排的人已经把新四军办事处给围了，我又找了几个人把粮库给烧了。往哪儿烧了？粮库烧了。听起来你干得很漂亮，却让我非常担心。你担心什么呀，叔？什么人放的火？我就找了龙泉街面上的几个小混混，给点钱就办了。坏就坏在这儿，龙泉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人和人之间扯耳朵连腮，你能保证不露底吗？龙泉有不透风的墙吗？那应该怎么办啊？找外地人，你给他钱，干完了事儿他远走高飞，你查没地儿查，找没地儿找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想个最干净的办法，让他们消失。好。郑先生回来了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怎么了？一大群人把新四军办事处给包围了。有多少人啊？600-700人呢。这么严重啊？北城门的灾民现在庄先生一个人在那儿呢，恐怕是控制不住啊。这样，咱们分头啊，你们两个去帮助庄先生，我到周瑞那儿去看看。哎，好，来，都收拾好了，差不多了。你找我有事？啊。我想跟你借点钱。借钱？你干什么？有点急用。
好，那我就送你几十块，在路上花。几十块不够的。那你要多少？最好是500。这么多？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我很快就可以还给你。啊，还不还我倒不会放在心上。你人老实，赖账的事情你还没学会。不过我想，你回杭州，用得了这么多钱吗？方便吗？那好吧，你等着。谢谢。刘主任，哎呀，刘主任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新四军办事处怎么被围了？共产党破坏和谈，龙泉人民愤怒抗议，这是通稿。共产党破坏和谈，这是谁说的？上峰说的。可周瑞他们只是个办事处，啊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，你们不能这么干呢。哎呀，白先生，我知道你爱管闲事，可这个闲事你真管不了。这是最高当局布置下来的任务。那你们最高当局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在等上峰的指示。白先生，您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，请问委员长。哎，我想去见一见周瑞，这总行吗？这不成。我见一面就出来。绝对不成。我必须要见他。必须见他。你把我先毙了。仓库粮食被烧了，你都知道吧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也太不小心了。是有人故意放火，怎么小心呢？那谁敢在我地盘上放火？你不去查，你倒问我。仓库被烧了，粥厂今天就开不了锅了。粥厂开不了锅，现在是个屁事儿。你也不可能，全中国的大形势，不光龙泉热闹，全中国都在热闹。白先生，你真得听我一句忠告啊，别跟共产党新四军走得那么近，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。早就该打仗了，再不打仗，有些人就该骑到我脖子上拉屎了。我跟你说，只要一开战，我第一个收拾周瑞，我第二个就收拾。这是300。其他的钱我都拿回老家买地了，没有什么活钱了。你种的，拿得了吗？拿得了，谢云姐。你真的要回杭州了？哦，实在太乱了，我怕我应付不来。走了也好，走了清静。龙泉这里一地浑水，不趟进去都难。我也这么想。我舅他知道你要走吗？嗯。不过你要小心，我觉得他不会愿意让你走的。白彦中，他知道吗？啊，他
他知道的，我跟他商量过了。哦，都已经开始商量了。我先走了，谢云姐。欧阳，你找我什么急事？给。什么呀？钱啊。这么多钱啊，哪来的？别问了，快买粮食去吧。这是你这些年的积蓄啊。我哪有那么多积蓄啊？哎，行了，赶紧去吧。可是你把钱给了我们，你回杭州怎么办？我们又不着急走，不差这一天两天的。你有了钱还给我不就完了？不，这钱我们不能要。哎呀，就别啰嗦了，你赶紧去吧，不是救急呢吗？你真的是救了我的急，不是救了我的命。算了，我去了啊。主任，会馆门口的人全散了。散了？对啊，走得干干净净。好，准备一份电文，我要对龙泉地方当局表示强烈的抗议。来，进来。博士，同志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来，辛苦。怎么样？这次去上海啊，该问的事情都问出来了。林树成啊，是肯定没有到达上海，而且这次我还见到了那个英国人罗伯斯。他提供什么线索了吗？这个罗伯斯他说啊，当年卖给他卡车的这个人啊，在欧洲留过学，会讲英文，而且他年纪也不大，也就30来岁。在欧洲留过学还会说英文，这样的人在龙泉就没几个吗？博士，你再看看这张照片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幅图画是不是就是咱们名单上的文物？秋山行旅图啊。这照片你从哪找到的？有人正在上海贩卖这件东西，开价30000大洋。卖家是谁啊？是个文物商人，可是听说这背后啊有南京的高官。坏了，这说明文物已经流出去了。来，请进。白先生，周主任来了。走。周瑞，严周，欢迎。我那大门刚一打开，就上你这儿来了。我是听说你那出了点事儿，我去看你呢，人家不让我进。没事，人都撤了。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听说重庆谈判不顺利。这蒋介石啊，让共产党撤销根据地，把部队缩编成12个师，而他自己呢，把部队整编成114个师。你说这样的条件，我们能答应吗？两边各让一步嘛。这个事儿你不懂，这里边牵扯到政治、经济、国际好多方面呢。啊，我今天来啊，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你来向来都是带来好消息。上午叶司令来电报了，把你们的煤炭找着买家了。这么快啊？啊，这就叫雪中送炭。嗯。哎，大伙儿啊，把手里的活儿先放一下啊！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，这是上海来的王普之先生，是做煤炭生意的，专门从上海赶过来帮我们的。上海人呢，都管他叫煤炭大王。哎，不敢不敢不敢。王先生呢，是我们新四军的老朋友，咱们栖霞山的煤炭大部分都卖给了王先生。王先生是昨天晚上才从上海赶过来的。叶司令听说我们这里都快急疯了，哎，就让王先生先到我们这儿来了。好，欢迎。把这个大门也拆了，重修一个中西合璧的。
要向现代的县政府，而不是过去的县衙门。哎呀，李先生，我看这个门楼的建筑设计和它的整体风格都非常的完整，蛮不错的呀。拆吧，没什么可惜的。行，那李先生，先付我10000块大洋，我就可以马上开工了。可以啊，不过你动作要快，我等房子用呢。没问题，我尽快的把设计方案拿出来给李先生看，一满意之后我就马上开工。大华，哎，带于先生到账房领大洋去吧。哎，好，于先生，好，请吧。李先生，这些图纸的设计，你都看过了吧？看过了，画得很漂亮，不愧是海外留学的呀。